Hello。那我说不能开创造吗？啊？不能创造？不会吧？我是不知道啦。他没说，那就是你就复制个纸把出来嘞。因为不相信你。哦。复制个什么？好，到了。复制个纸把出来。纸把是什么？哦。那个石板是个东西，里面没有东西啦。不止我传你哦。哦，我应该站在虚空的。想这个，如果我要想办法，你要吃吗？对，我说我要挖矿，现在是不是晚上了？因为箱子上面很多蓄福的是没用的，所以这边。要说好的给 mod 呢？谁跟你们讲好给 mod？ 你妈才给 mod 啦。凶哎、欸！奇怪，你们老爱无中生有。然后我的莫德嘞，老爱无中生有一些事情，真的是哦，你们不能。哎、欸、瑶，可不可以先睡觉，让他白天？好啊。好啊，法师都不来啊。哇。哇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我身上装备还在，我刚忘了脱装备。刚刚在看现在那个男生的声音，什么东西？你在搞啥？不知道。男。快点啊，睡觉。好好，我在家了，是你不在家哈。我在家。哎，我在家。他可能就没有去看。奇怪，你为什么要睡我旁边？你就睡那边嘛。没有，我不喜欢床放那样。我刚原本在想说，哇，你们居然会盖房子，就一看上面有村民啊，这绝对不是你们盖的。啊？是兔子盖的，没错啊。那村民哪里来的？有生怪蛋啊。那是我放的。哇，完蛋了，错杀一个人了。干嘛？这是我自己盖的。哎呦，完蛋了。妈呀，小屁孩啊！你小屁孩啊！所以法师什么时候要进来？我身上至少等我这里东西出来。我身上好多东西，害我都不敢到处乱走。你要不要放？就是东西放家里在那个？我会怕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我放家里啊。剩下的一些应该比较轻微，这些可以。可恶，这里一定要填起来，这是害人不浅的地方。法师在干嘛？法师在干你们干不到的事啊。例如说吃东西。兔子你在哪？你刚喷在哪？你刚死在哪？我掉，就是那个丛林岛上不是有一个洞吗？哦，那个就是我挖出来的、啊。黄杰掉到虚空了。小屁孩。不是啦，那个是有，不是我那个是那个丛林岛底下有太多怪物了。小屁孩，瑶瑶是个小屁孩。谁编的？小屁孩。小屁孩。法师不在家吗？法师现在在家，他在吃东西。哦，绿宝石。在家里面吃这个鸡。法师台开了吗？法师应该没有，目前没有开台的。有没有要开台？哪一座岛我们还没去过啊？哎、还有。还应该还有一些哦。还有蛮多个的，其实。等等，有东西。嗯，中介珍珠。噔噔噔哎、欸，法师等等会开台吗？不会、啊，不会，哈？那个啊，其实不用蘑菇牛啦，你就把一些蘑菇打一打就够我们两个吃了啦。嗯。啊，安 ASD 安南你好，我可以吃南北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。法师，吃南北是啥？吃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吃东西吃南北啊。吃南北是哦。兔子声音好好听，可以多讲话吗？不要，那兔子一讲话，我就要把声音盖掉。我讲太多话，瑶瑶会生气。不，马里奥的节奏，哎、欸，居然不够。我不会开啊。奇怪了，这边不够，真的假的？等等等等等，为什么这里都没有碳呢？等等等等，为什么这里会没有碳呢？学什么？为什么这里有碳呢？为什么法师有食物呢？是什么河豚？赏我一只河豚！你在可怜我吗？河豚不错啊。安诺，肚子住哪？我住在肚子里。东山。我住在深山里。我订阅了没有啊？哪里？应该知道说追随啊，追随跟订阅是不一样的。订阅4.99。哎、欸，
对对对对，这个这边再跟大家机会宣导一次，订阅我其实对我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上次兔头有打一篇文章，我本来想要分享给大家看，就是订阅是4.99美元，换算台币大概150几块，大概只有50-60，你看我们还连一半都拿不到，所以其实说是在订阅实况组，不如说是在订阅 Twitch， 真的，所以你们乖乖把钱留好，我会比较开心一点点。对 ，BGM 是瑞恩岛的，哎，居然被瑞恩村啦，瑞恩村，居然被认出来。这个树上面我觉得会有东西、哦。看兔子台边吃巧克力蛋糕，好好哦。树上我也要巧克力蛋糕。那个巴西是怎么回事？不要，巴西应该是在说我吧。悠悠不要自己这样啊。树上有香香，哪里有香香？我还要去哪个岛呢？哎。就来啊，就来！经过那个讨厌的岛，我就觉得好烦。那开抖内不要，就跟你们说不拿你们的钱，你们乖乖把钱存好哦，把钱存好。将来呢，有一天你要真的哦，干嘛？你刚说什么？说将来有一天啊，不是上一句，上一句。将来有一天，我将来有一天上一句是什么？你没有要开抖内？是我讲什么？你没有要抖，就是不开抖内。你刚说不什么？不开抖内。讲错了，不拿、哦、不开抖内啊。不是啊，你说不拿什么？不拿什么？哦、啊！我刚说不拿什么？不拿你们什么？我说我不拿你们什么？四格宝石。是泥土吗？还是什么？你真闹啊！不是啊，你真有事没事突然蹦一个，我哪知道？不是你刚刚说你不拿观众的钱，我就说我刚忘记我讲什么啦。你刚刚说不拿你们的不拿观众的钱。钱？你刚刚说不拿你们的钱对不对？什么钱？哦，你的底下嘞。故意的啦，他知道我不想跟他钱呐、啊。超会。Hello GGS 2648。是不是啊？箱子蛋挞。在你心里。真的，你们乖乖有玩风之谷，谁不知道这是瑞恩村的 BGM？ 哇，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。哎、欸，有是这棵树吗？我甚至不知道瑞恩村是哪、欸。还当村吗？瑞恩村在哪？瑞恩村在哪？哇塞，在你心里。我狂拥有这种，妈早来了。我，瑞恩村根本就不属于5年代的玩意儿嘛。瑞恩村一二三，带东西啊！哎呦，是瑶瑶哎！啥回啦？哦，是啊。先生，你长得好像瑶瑶。哪里啊？所以观众说树上有箱子啊，箱子在哪？树上。可能是你上一个岛的箱子。哇塞！哎，瑶瑶下面小心，有岩浆。为什么下面有东西啊？那有怪吗？没看到呢，但是有岩浆。我下去看。我来当勇者。你来当第一个死掉的，是、欸、哟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 diamond。diamond 哪里？这里。你喝太多了吧？讲话。哈？爸是不是都会说拿来？哦，吃那么香做什么？我吃那么香，你闻到、哦？看出亚瑟吗？有啊，我还两吃那么脆做什么？哎、欸，附魔那是什么？附魔书。附魔台。没开啊。打回家。4.99，现在多少钱？你要看汇率，也不见得是那个钱。4.99，其实等那个马英完下台之后，应该会提高一点点。哎、欸，在那边。我说台币的价值会提高一点点。是不是又下雪了？没有箱子，因为瑶被骗了，哭哭哦。这个叶子看起来有个像是从外面飘进来的落叶，那给它炸下去。箱子啊，吃可乐果，哎、欸，好好，我也喜欢吃可乐果。可乐果。香香可乐。哎、欸，你记得把墙再挖一层，挖开哦。你看我刚刚挖开这一层，这里。哇！数不尽的 diamond。好好哦，你都有，我有，你都有 diamond， 我都没有。你挖开就好啦。上次跟我打黄牛的队伍，再说一次，我忘了。我想一下，我家外面有垃圾车。奥路加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反重神杀那只是什么？奥路加还是奥利加？奥利多水，啊、应该是奥路加啦，反正就是反重神杀那只，带两只，然后护天女王带两只就好了。这是最平民的打黄牛方法。先去买宵夜 ，OK 啊？姚某位姚的朋友是亚瑟，真的太神了。他、啊、不是三只而已嘛，第四只找副队长了 ，Brian， 我就四只 ，Brian WS。再看瑶小的实况，小、嗯。等一下，现在上场的饮酒马在终点前落后633公里，有点坏。哦，不行啊，不能变政治台啦。我
我台变政治台就完蛋了。你也知道。对啊，其实不变政治台也完蛋了。可是现在就完蛋了，因为人的问题。因为我存在，我思故我在。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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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你妈啦！你妈才小啦。兔子身上有油，我刚刚有洗到。所以我要再扑过去那一座岛。哎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多岛啊？妈咪呀、啊！妈妈咪呀、啊！我上不去了。亚瑟哪里神？日本一群极愿亚瑟。其实怎么上去啊？哎，瑶瑶你在哪里啊？啊，你就自己叠上了就好了，离地面很近了啊。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怎样才神。其实所谓极运或者满运是短蛋脚，其实我就已经觉得很神。瑶瑶 B 小队都说假的，呵呵。什么东西？哦、有人说你 B 小队都说假的。有啊，试跑啊，可是那个资源吃太多了。对啊 ，B 小队是真的很吃。对啊，我有试开啊，我有试开，自己玩的时候。那你什么时候要玩 B 小队？黑暗料理界的招式，什么东西？黑暗料理界的招式。哦，你把工作台拿走了、哦。对、啊，附魔台吧。工作台，你刚不是上面有叠一个？有吗？在地面上。没有拿，我没有拿。你不是把它打掉了？今天懒得玩。而且我还有副本，我还有副本。刚刚在看星，瑶瑶变小小了。好瑞感，不是我刚刚讲什么？哦，奉劝各位可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真的决心入坑怪物弹珠的话，麻烦不要氪金，怪物弹珠真的是一款 fun game，OK？ 哎 ，fun game。真的，你看法师贪耐生气，其实你们就大概知道了。这是法师的那个过往经验吗？对。你怎么会觉得是我呢？刚、啊、洗澡回来错过啥？就会觉得我在上面氪金呢。小队，哇 ，B 小队真惨死，新爆料理界东西嘞，钻石一定要收着。好，那就差不多。哎、欸，附魔台，等一下，你需要做一间附魔室出来吗？要的话，麻烦顶楼再加盖一层，谢谢。好啊，等我一下。好，那这个附魔的我就放在，好，我放在跟那个钻石同一个箱子，好了。不要放啊！你少啰嗦啦。好，我们要做那个搬砖来铺路啦，应该是最后两个了啦，地狱岛跟那个雪岛。我雪岛铺了一下下，然后就回来了。那、啊、你从哪里铺的？你雪岛从哪里铺的？就是我们刚那个岛。哦，好，怪物弹珠不用氪金就一堆 OP 的了。对啊，其实打降临角就够用了，玩到后期根本很少靠转弹角了。是不是还是有差啊？当然两。我跟你讲，怎么样的队伍最强？叫做三狂犬。副队长找亚瑟，哇！你不要遇到雷射护照，这一队可以够你打到冰冰点了。对啊，但这个遇到蛋黄，他有雷射护照吼。啊？啊？啊？谁说亚瑟一大堆加狂犬很冰冰点，结果在那边打到哭？啊？先生，你有没有火把？我刚是不是有说够你打很多关卡？我有说够你打每一个关卡吗？我奇怪、欸。瑶瑶，你有没有火把？哎，开啊！家里有没有火把？哈？真是哦。哎、欸，兔子有人说我要检举这家的顶楼加盖。我没有要盖在顶楼哦。啊，我活来了哇！所以你刚刚是从那个镰刀那边走回来的？啊，镰刀上讲死神啊，应该从死神那边走回来的。啊！不要！拜拜。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各位观众，拒绝神魔加入怪蛋。各位观众，哇，你居然活的！叙福特这种东西，看看就好。对，看看笑笑就好。应该是小指这种东西，就是会在你快要死的时候出卖你，知道吗？啊？光整个被阴哎，对啊，那个格子没道理会往下的、啊。哇塞，超猛，真的太夸张，真的太夸张了。这是怎么把那个方块放下面的、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说错话可惜没咬我戴耳机。好啦，这问题一直在我实况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有这问题。我也是戴耳机啊。我觉得你如果要听，你就自己斟酌一下，你应该。哎，各位观众，自由休息个一到两分钟，上个厕所加喝水。快没了啊！啊，少一半了。好啊，地下室。跑去哪里玩了？什么？悠悠。哦，他去厕所啊。我准备去。干嘛？人家去的厕所要跟你报备就对了。为什么不要？哎呦，
为什么不用？姚都 pass 不敢玩壁球队。其实姚就是一个不知道，他今天刚看啊，他不知道就直接带了三个亚瑟跟一个黄犬直接进那个蛋黄关卡。不过还好啊，还是可以撞人，撞死。我怎么看就认识。瑶瑶应该不是怕死不敢玩，他是应该是电脑效能的问题啦。嗯，好可怜。没厕所去了。嗯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回来啦。我刚刚有说自由休息一到两分钟啊。没有。嗯。有啦。对啊，瑶，为什么瑶瑶的半钟会变成下下半钟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我就因为这样才吓到啊。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我还没有回收车来了。跟你们讲一件事情。不要。哎、欸，好，算了，那睡觉吧，上来，快点。哎、欸，快点讲啊！啊，之后那个有订阅的干爹会有抽奖哦。好，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在那边。因为有厂商找我合作，就奖品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、哦。OK 的 ，OK 的。哦，就没有我的。有订阅的干爹有福啦。哎，算了啦。其实有订阅的就那几个而已啊，所以我觉得结果真的玩到地下室。我觉得他们根本必定拿到，好不好？都没有了。低效能电脑。屁来啦！不要。屁来啦！不要。大家一点。屁来啦！球踢屁。没有了啦。睡觉了，要睡觉。有点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我就突然觉得订阅真的还要，有点讨厌哎。你刚睡那一张，不要给我胡乱。退取要订阅的话，这我这要可以用。